这个有了，这个干可以啊。意识什么没问题，你就干你的事儿啊，就不会有啥问题，对吧？差不多，我这个人。问题，你做这些工作，背马鞍也好，什么也好，都很简单，把那头发给它捋顺，对，拉出来，拉出来好看，耷拉下来。可以了。那你们的收入啊？